部落成员本少爷分享的一个种树症。各位小伙伴们，你看，像这个14本的玩家，哇，中间都是这样的圣诞树哎。然后看一下这周围，这周围都是周年的蛋糕礼物。像这样的村庄真的是蛮优秀的，还好多树没挖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个阵型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欠揍呢？看他那个中间一个十字阵这样子划开，这里要有好多的圣诞树啊。像这个阵型，如果有实力有能力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把它给干翻的。加油，能偷多少偷多少。大本营有没有偷掉？偷掉了，7%，很好。援军满都是一个活跃的玩家，像这样的阵型真的蛮优秀的。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